the best drinks and music. Check out the playlist I created on Spotify to match the vibe you want. All inspired by Tangrae London Dry Gin cocktails. Guaranteed to turn up your night because tonight is Tangrae. Click the banner, check it out now.滑过去。没有我喜欢的，选个后卫是不是也太二？正常吧，我感觉这些破蓝卡就跟稀释一样，没法选，还占着个名额，还不给这些什么马图伊迪、维莱蒂啊什么那些普金呢？你这玩意儿跟谁打去？在葡超一个墨西哥人。比利时，两个比利时，你们俩倒能打。问题是你还能再出来下一次吗？哎，哎，比利时的话，得能碰上大英格兰或者德布劳内，拼一把吧，反正剩下也不怎么样。是你给个英超的吧？哎呀，哈哈哈哈，哎呦，其实我老想选莫德里奇，讨厌。哎呦，毕达尔，哎呦，什么倒霉前锋啊，都是看见就当没看见。威廉。克里斯曼右边，这张卡倒是不多见。没怀反应啊，你呢？呵，那把瓦尔迪扔死在前面了，几星啊？四星，嗯。特林，谢尔，没什么要变的，我选个替补吧。你用过，你老难用。谢尔，有，古萨沃，梅滕斯。来控球的阿奎罗、维埃里、伊布、阿奎罗，我靠，我想阿奎罗，哎，哪来的？怎么能用上？曼城没有好右边锋，对不对？之前用过一次，那叫一个难用啊！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阿奎罗选上，至少保证每场一个球嘛。啊，傻了，因为把斯特林啊放左边就行了，C罗下去。都什么啊？当做没看见好吗？太恶心了。哎呀呵，给个中后卫啊！别在这面都是边后卫啊！对，给中后卫。华内和卡希尔，华内是不是更好一点？卡希尔上一发 F I， 现在什么发 F I 啊？7，还是卡希尔吧。那有点笨。门将，我要切赫，抠门压耳的。唉，有切赫，或者怎么连个德甲门将都没抽到啊？这次不是法甲啊，法国国籍也行。要不真可怜。桑切斯、鲁伊斯、梅西，哎呀！格里兹曼，靠！嘿，就让维埃里换下来了。那你就下来吧，替补里都是好。这是谁？那么快？传球84有什么用？对不对？维埃里。维埃里有用，我这个问题问的好啊！维埃里有什么用？没有位置啊，总得放个后卫啊，放不多前锋干什么？瓦尔迪还是维埃里？打反击肯定是瓦尔迪啊！你不能靠维埃里上去攻坚去吧？你围着人打，或者你被人打。都需要速度快，围着人打几乎不可能。维埃里连替补人都杀不了。后场梅滕斯换下去，吓唬人，没什么用。哎，这倒霉联赛呀，有鄙视人吗？你是鄙视人家吗？问题是他们好像反正已经满了，就选你吧。我也不知道这个边锋应该怎么设置，哎，就这样吧，设不设置关系也不大，赢不了的还是赢不了，手柄怎么了？它一直亮着，你先休息。千位做幸运数字没了，对呀、啊，你看，你知道幸运数字多少钱啊？西甲我可是有黑卡的贝尔、C 罗、梅西，我还没卖呢，还有本泽马，就梅西、C 罗、贝尔加本泽马三人加起来多少钱？没有本泽马，我说梅西、C 罗、贝尔加起来是多少钱？昨天怎么直播了一下就下了？哎，昨天大家看着卡，我说10点之后再试一试，你没看见通知吗？两边该进必看，听你的啊！你说让中间那个中间回来帮助接应球是吗？听你的，我们试试。不是，这样试试。那是不是有点像433的5？也不全像。我433的5那两个边锋是这么设置的，其实就相当于335两个边锋在两边呗。就两个前锋站的稍微宽一点而已啊。卡是不要跟你踢，本来就踢一场，然后还卡，然后还得输，多不爽。PC 好像又放新的补丁了，虽然他说是补丁一些什么搜人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我怀疑他偷偷摸摸又给这个比赛打补丁了，我不知道补完之后什么样。哎呀，都，然后我一看这都是第6次打补丁了，太吓人了。手柄我买了个新的，然后但我一直连不上。昨天晚上我试了一下，还挺好的呢。然后今天早晨再连，怎么都不管用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先用这个旧的吧。目前为止还没什么事儿。这对付好难看啊！这样我要是输了，就是你把我恶心输了。两个中场怎么那么惨？精英手柄好贵，买不起，100多就好快把赶上1/3的主机钱，有必要啊？什么叫野生？争一球大师去，什么玩意儿？好好打字。看着停球，把这传球时间都停没。往哪儿传啊？那是那哥们在跑，你竟然给 C 罗了。门将回来了，回来，天哪！好，人家都传完球，我换谁我还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哎，当然说人臂挡太强，就开大脚，开完大脚就这种结果，啊，直接就发回来了，然后你换成谁都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哎，话说你们都什么水平啊？你们都指导我踢球，你们都B1title了。传球老被断这件事情不爽，而且感觉应该不会被断，他还是会被断，后面做 skill boost 还被断，做什么劲儿？哎哎，吹一下吧，往哪传啊？我天，这还不如不那个什么呢？这又一反击，我就传角球，怎么就被他打了反击？我还能干什么？给 C 罗都给成这样，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传出去，哦，门将，停球有这么困难吗？你为什么非伸脚停这个球啊？直接这不球就给人家了吗？这么近，轻轻的传给你，停不好。换插弯，对啊，所有几种之八，没有所有几种之八。啊，换个人吧。球丢的真郁闷。没下去，梅西念上来，其他的倒啊，我靠，梅西上来倒没输，其他的倒还好。靠，这种球竟然能进啊！太夸张，谁 C 的 ？C 罗？靠，真是 C 罗 C 的，这球太夸张了。C 罗跑一半又不动。难道你都计算好了？哎呦，没停下来这个球，没人吗？周围补一下。哎呀天！要不分给德布劳内，感觉是 C 罗，靠，就让他射了。这什么玩意儿？我靠，他做一个就是站墙，这么快就把身子扭过来了是吧？不胡扯吗？别停了，停个球啊，停50年 ，low， 怎么能把球停好啊？现在一停球啊，能谈5分钟，感觉谈到对方球员逼近你。看这球停了，哎呦天！为什么上这塞这么多人？这是赖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塞。你看这三个人就傻吧唧往前跑，也没人说回来接应一下。门将太神了！这盖亚站着，这跟没站一样。我天哪！还好他球也没停好，骗个角球这个人。门将，你过去干什么去？是解围吗？这又是一出，唉，我不往中间塞了，我靠！中间塞完回来都是反击，我靠！这死了这！唉，真是无语了！一个失误一个反击，一个失误一个反击。没人管了呢，我不往中间塞，太吓人了，进不进的另说，我靠。中间塞，然后人家直接一个回塞，扭头过来又一个反击，我受了吗？老这样，你为什么退了？还有机会吗？神经病啊！这个数值上看着不错，本人有点面。谢谢宋红元。这个玩家退，可能他感觉我玩弄他，就是他进一个，我进他一个，就他不进吧，我也不进。其实我不是诚心的，我也想一上来干他个3-0、4-0的，就是进不去的球。那是个巴西后卫呀。靠，塞给三号，他竟然一个短传塞给一个，我靠！我真是服了，不知道有时候传球就是你认为他会传给那个人，但他不会，你知道吗？而且平时他没事儿，就我以后大脚解围，我错了行吗？我只要往边，我只要不往边上传进去，我都大脚解围，我心脏病都快出来了。格里兹曼神跑位啊！格里兹曼，你怎么知道我要做 spin 的？塞不矮，都是人。什么玩意儿停呢？唉，哎呦我天！这 RB 推这么点力量，哎，跑啊！换的什么人呢？这都是。我的天哪！这也能过来？出界是吧？我的天啊！我哪带呀？哎！那么多人，非穿那条线。怎么不换到本泽马那个防守那个队员，竟然换到本泽马边上？哇，这球都给格里兹曼，你不说给边上是吧？我不传球了，以后。今天传球又怎么了？还好半场结束，哎呀，一脚射门没有。下半场你就应该追不上我了吧？上半场跑那么凶。记不了是吗？我操！传球自动了。自动有时三，自动虽然有时给你瞎传，但手动根本传不准啊。我都好几天没过第二轮了。你就不能给我安排个弱点对手吗？那么多人呢。哪儿？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我能认为你要远射是蒙的吗？你个边后卫，你过去，我帮你挡一下，你还往后搓，C 罗得把球都带边上来，这什么呀？为什么不往后？为什么就来个原地转身？你什么玩意儿？你停球啊！这是。哟，弹回去了，亏他踢偏了。能给我安排点弱的吗？靠，踢不过不行吗？传啊！你在看跳舞呢是吧？球不在你脚下吗？这下碰，你不碰我靠，被来人就多了。哎，弹回去，对。你看我还做花式吗，大哥？我都在二过一啊！这一看防守就知道花式不好使啊！问题我怎么把球弄到对方禁区眼前去？过不去！哎，过来，就得靠弹，你知道吗？特意传都不行。哎，好歹射点门吧。都是人。扭过身之后，我靠，周围五只脚。啊！我靠！哟，传球传不出去，传球那么难吗？这次进了吗 ？yes，C 罗，我靠，太不容易了。喂，我哪做花式？我不就平时做 scoop turn 什么的。我也换人，这叫什么母？这个可以下去了，太薄了。但是我中场席尔瓦上来，那边谁踢呢？涅斯塔体能不太好啊。还缺个中场，再坚持坚持吧，要不？格里兹曼下来，换上因西涅。今天就是腿太短了，腿短呐、啊。我的去，我天啊，我真服了，德布劳内，这是第二脚了吧？我就给中场的，你往后卫那分个什么劲儿？我靠！两脚还是没塞过去，还是被撞回来。我在防谁呀？啊靠！就这样。给 C 罗呢？你还要往哪儿传啊？轻轻一点摁着后，你非往里边给。唉，你不刚上来体能没问题吗？传球怎么也失误？给边锋的，我真错了，行吗？愣竟然分给因西涅，他要默认啊！传球啊，那么多人。哟，靠！快！往边上发，死不死啊？结束吗？啊！C 罗打前锋，我主要觉得因西那体能好一点。行啊 ，C 罗打前锋吧。Scoop turn 也算花式吗 ？Scoop turn 是一种控球的方式啊。右摇杆现在都不怎么动啊。上俩更快的来，这被打反击，死死的，我还是奔着罚点球去了。老实点踢吧，水平不如人家就承认了。门将，我用你，我操！哎呀，真服了，我操！我靠，这门将，我操！我用你给我开大脚，我就让你一下把那个球躲到我自己接着空。哎，这直接让人顶回来了吗？什么东西？而且小组没人，你开什么大脚啊？漂亮，云西尼啊，小控球。你家人太多了，想往边上分，我靠，没分出去。又弹。哎呀，我操！哎，天天谈。球怎么给他？我要打防守反击，怎么还被对方打？怎么后防线还没人？现在不用防反击了，我靠！现在都这样。神经病！I'm the future you. Listen, we regret not going out more. What we did was play video games against that guy from Indonesia. Fix this. TGI Fridays, Dine, Android. Get up a teen cereal, chicken mac and cheese, and a glass of wine. 哇，看人家门将，我这门将一个球没扑出来过。靠，这不都弹我脚下来吗？围着三个人就弹给人家，亏我，真服了。哎，有劲吗？后面是不是还有一条防线？果然，啊！我就想打个反击，我靠，就不让我打反击，我靠，第二个球。为什么每场比赛都有这种东西？而且每次这种东西都会造成失球。然后我进对方一个球啊，好费老劲了。行，今天直播到这儿，不提，累得很。我这些卡波开完了。开卡包就是浪费时间，我还把这些东西卖了，瞎耽误功夫吗？这不是。又没富到可以随便扔的状态。为什么不就跟安排有点弱一点的对手？我靠，踢个我靠征召我靠老逼累了。玩意儿，你看这队员有能让人看上眼的吗？看见相当于没看见啊！别把中超加进来，这卡稀释的还不得不成样儿？这队员能怎么看啊？他是巴西的吗？今天打的我靠超级顺，除了最后一场输，剩下都赢了。总体上来说 EA 没怎么玩我，最后一个好运气好能赢，输了也正常，4-5开吧，4-6开，我4-3-6，主要是哎第二个球比较恶心。哎，你刚来啊，今天直播到这儿，我累了，或者你们说点什么，看看能不能激起我再踢一次的信心。行了，仗着瑶瑶说再玩会儿吧，就再玩会儿。谁让你敢给不做鱼丸了？不过再踢一次征召，踢到哪算哪啊！什么阵型？瑶瑶说，听你呢，你说什么阵型选什么阵型，我都听你的，你帮我选吧。我听瑶瑶的，我不听你们的，我听问瑶的，瑶，快说。瑶呢？打个字这么费劲，快说，等你呢。就这个 ，OK。然后剩下的你直接就说数就行了。干不太多个，我踢球风格不是干的。哎，不过该最后这场不一定踢得过，输就输呗。主要是觉得给我匹配的弱一点的对手太厉害了。一呀、大点 ，OK。咱们先选中场吧，然后现在后腰。你是不是觉得邓贝莱不错、啊？看看邓贝莱什么化学反应吧。medium 凑合。你选谁？左中场啊。哟，怪吓人的！我这次卡包这么好，肯定一轮游。我对不起你们了啊。你们就别该起哄了，你们说了也没用。小白，哎，然后左边锋，什么叫控制我？是要互动，懂不懂？我、前腰啊，有，靠，这次抽那么好，好的我有点受不了啊。谁？二，你是不是依着我的喜好选的？右边锋矬了，这几个联赛，然后他4星，他3星，马雷都原来不是4星，降星了，选谁？啊，然后我们再找几个中场吧。三，用最后用最后再调吧啊。这次嘞，还都是边锋啥的，迪亚拉没什么用是吧？这是谁？给你看看我，这哥们混哪儿的？又是阿拉伯联赛，这要组波兰阵容可以。我，这是混哪儿的啊？葡超。哇，三个城，第一次见，这选谁？四，迪玛利亚呀。直接把迪玛利亚换上去，扛出来一 ，OK， 左边后卫，三，中后卫，上再选二吧，没试过。华法呀，东本来也大，来，右中后卫。阿尔德维尔德，你竟然打出来了是吧？我都没念出来。右边后卫，他转会了是吧？我怎么不知道？比利时还有黑人是吧？阿尔维德尔，然后再选，就选门将呗。这我们是不是随便选一个就行？都没花 F I 了，二是吗？那二是刚才的是吧？第二，替补门将，嘣嘣嘣嘣嘣嘣嘣！我估计着不是选这个就是选切赫吧，我都无所谓。靠，比利时间能打出来化学反应，我真服了。我看见你来了。摇来，选哪个？卡了，第五个 OK。替补后卫，就当没看见呗，要不咱们。这阵容太好了，过一轮都费劲。A Napa guy knows the only way you'd give a freshly minted driver a brand new car is if he promises to never drive it. Instead, 没什么用是不是？就是我意思，没什么意义是不是？ suited to his skill level, and with over 400,000 parts and a little Napa know-how, he can safely drive nearly as old as he is. It's not perfect. 随便吧，选他吧。 那回来反应更好一点。埃里克森好，马洛斯吧，应该叫做。哎，我都无所谓，估计都上不了。你不是也让我随便的？ #blurry, over 75 years of savings. Geico, 15 minutes could save you 15% or more on car insurance. Sana. 我还反正更好一点，一样。不过我喜欢数值高。我靠，这你选吧，这听你的啊。 啊，这挺吓人的。估计要是选梅西，你就要把梅西扔上去了吧？谢谢送我的赞，要不我给你一个淘宝账户，你直接给我钱算。这我还得兑换去。一是吧？他们上来吧，他们俩后来反正一样。 这阵容太好了，要死！我看不见了。啊，威廉后来反应好一点。其他的我倒无所谓。他让黑卡一般，让蓝卡比较狠。这选谁？谢谢送的赞啊！ 不过正经的，要不把我淘宝账号给你吧？要让威廉上吗？我可去，选他吗？他瞪着我眼神，就想让我选他。卡不一样颜色什么意思？其实颜色无所谓啊，你看数值就行了。花还反应大一圈能力吧，也不一定。这事儿没有定论，只要花反应不要太差就行。 选他呀！这都无所谓了，我随便选一个啊。就你一个。把威廉放上去，我还反正马的。然后梅西打替补，我不要替补门将，对不对？迪玛利亚过来，来个后卫吧，胡克也在。 你也在替补，你就算了吧。还有谁呀、啊？哦，那就他留着吧，剩下没什么人了。好高、哦，他过来了。这样就行了吧？我快被自己吓死了。这套阵容 EA Boss 平衡我呀，真的。 你估计 EA 怎么平衡我？C罗放在中心，化学反应好吗？减四，而且 C 罗本身过来之后滑球反应不好啊，这个位置就不好了，替补再上人再说呗。啊，快手怎么了？我不想把对手吓死，我快把自己吓死了。嗯，来，这个提前先准备一下，别在中间传球，去边上，把重心放在防守上，然后，嗯。加油！阵容太好，我害怕。你还没看多特？那你催我更，我都更了，这都快24小时了吧？我去看了，这期还挺好看的，尤其是后半边。没人，开什么玩笑？刚才搜不挺愉快的。普通模式，这样普通模式能把对方吓死。唉，难道退出游戏重进？为什么找不到人？第一轮，给我找一个难点的对手是吗？就是再搜一次吧，搜不到人再重进吧。这样普通模式有多少钱啊？5000万刚刚够吧？得3、4千万吧，3千万都不够。一个梅西就1千万，一个 C 罗就1千万，得小5、6千万才够买这些人的吧，3、4千万。各种卡，各种传球不到位，各种弹跳，对不对？我就是怕这个的。我自己都快被自己吓死了，哎，看人家破阵容，我操！哎，深呼吸。深呼吸，深呼吸，别吓我啊！教练可以增加化学反应，然后还可以这个给这个加的合同、球员合同打加成。哟吼吼！ Are you kidding me? This shit's gonna be going wrong already. Up there's the cheese, dude. 比你斯塔真的好球啊！还有一个问题，我突然想到，是不是现在传球节奏太快了？压下来一点，会不会效果好那么一点点？又退了，发生了什么？我靠！不过这场比赛算我赢了吧？这场就算我赢了。这主力还不好看，中场3个篮，我操！话说摇的，你运气真不错。底下坐着梅西，这我靠，太吓人了！这可能是我目前为止抽到最好的一套阵容了。我不敢不先进球啊！我不知道我不进球有机会的话，耶能玩我。而且我现在没什么自信啊。行了，下节目帮我选吧。我塞内杯啊，德国杯啊，我没有阵容啊。德甲我有一套踢那个幸运数字的，但好挫啊。没要阵容，要中场没中场，要边锋没边锋，前锋还是拉莫斯呢？还懒得踢。我萨内，哎，踢一个杯赛4场比赛好长时间呢。明天吧，看看，我下午或者晚上可能另录幸运数字，然后录幸运数字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德甲稍微补强一下。要能补强一下的话，没准去踢一踢。阵容太差了，真不觉得能拿到冠军。三连不好用吗？看他数值还行啊，还有4颗星 skill moves， 太软是吗？就没人了。哟，夜渡韩乔都来了，一切技术证明一切。我说，哎，第二次是小核弹是吗？然后明天吧，用着不像，好慢是吧？估计原因可能是他那个就是控球啊，没有想象中的好。所以啊，结合球不好。你虽然感觉，或者说他可能启动速度90，但绝对速度慢。这个数值啊，你得看细节。没人怎么办？噔，来！哎，咱俩对付合适，你这跟7没刷好一样，我这就是7刷烂了。弱视角，能力关键。我觉得弱视角啊，得看了。你要是技术水平一般啊，弱视角还是很关键的，因为你都没有调整射门，因为你都没有调整机会，你必须赶上哪只脚你就拿哪只脚射。如果你觉得你技术还不错的话，弱视角就没这么太多的关系，因为你可以通过你自己的控制调整到主力脚来射门或者传球。反正我一直是丁丁是首选，厄齐尔也不差，但是你得控好了，因为厄齐尔身体有点薄。但厄齐尔控球比丁丁好一点，其他的人鲁尼其实也不错，鲁尼就速度少一点，但还能防守呢，还有远射，埃里克森相对说便宜一点，埃里克森也不错，奥斯卡我也挺喜欢的。这不提了。暂停啊，暂停，等会儿再换人吧。正好这个先耗一耗体能，换人太早了没什么优势。我觉得换人最大的优势不是数值多高的，是体能是满的。应该不至于，还没丢球呢，估计他有事儿吧，又松开手柄了。不管，先进一个再说吧。我靠，传球传成这样，怎么进人一个？哎呀，直接把球给人家，都不用防守，球就弹过去了。下回我也别防守，让电脑自己防守，不是挺好的。华为给好多球衣赞助哎，华为最大的盈利应该不是卖手机吧？手机就是玩闹一下吧。是低级别联赛，西甲好像有一些，就是球队不是太有名，但好多感觉。怎么了？越位啊？我来吧，犯规啊！马竞是华为是吗？那你说他做手机不会往手机里塞一些东西吧？诚心的，他自己不小心倒的。哎呦我的天！滑过去了。Chiapă, mă, chiapă.哎，滑过去了。嘿，伊涅斯塔不说接一下？真装。犯规啊！有钱谁亏待人？ 吓我一跳！我一看这光标在球门里，我感觉应该进了。我现在这个心态是多薄弱呀！本来给伊涅斯塔的，让伊涅斯塔再回传给这个。 阿奎罗多好的机会，就要做球，那电脑傻不拉几，直接就往阿奎罗那传，因为撒在后面。哟！ 转人怀里去了，这怎么了？比赛结束了吗？换人，啊，换谁呢？威廉呗，梅西上来，太残暴了，要不然让梅西提前腰吧，把 C 罗换上来，这样吧，太残暴了，我自己看着都吓人。 阿尔维德维尔好用，好用，好用！这场比赛刚有测试的机会。之前大家都退得早。然开始，操！哎，我自己带的好好的，我后卫过来撞我，这不闲着没事干的，不是过来撞我，他过来把这球拿走了，我还想接着带呢，登贝莱。果然，我靠，这整个队伍数值高了之后，就开始玩我，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早上不把他们俩换上来。哎，他也踢人身上，然后被人打反击，这就是节奏啊！开始了，又是这种节奏。哎。 他是改战术了。上半场里面没那么多人啊，这是去哪儿去？这传的什么玩意儿？合着他第一个反击就进球了是吧？恶不恶心？我每次做任何假动作，这球都送还给这个马迪厄，打反击多 happy 呀！ 还转起来。 你指什么指啊？防守啊，大哥！贴过去球不就断下来了吗？然后我也反击算了，这么被打了反击，一会儿爷爷再黑我一次，又输了。我操，已经开始了，横梁，咱也摆大巴，我也决定摆大巴，别被反击就行，受不了。 上半场他第一次打反击，爷爷就送给他一个球。传球，现在看来了，你以为我不敢铲你是怎么着？ 怎么了？啊，最前面那个是吧？我后卫，我中场呢。过我人之后，直接就再传球死入，就面对防线了。我靠！哎。 我靠，日子还不错！我操，大家发角球水平都那么高，为什么我每次发角球就是给对方反击的机会？我的天啊，给张红牌吧，这么飞铲啊！果然传不过去，我本来让他直接传，他非得自己扭一下，扭完啊，人家也跑到了。给阿奎罗的真服了，给耶涅斯塔的，耶涅斯塔你能插一下吗？你在小禁区那。 小新现在正站着看什么呢？我天，运气真不错！我竟然撞进去了！我靠！爷爷是 live NBA 吗？非法不那会儿不叫 live 吧？越位我也传，我靠！我把球给你行吗？不是我运气好啊。也对，他只要不打我反击，我感觉就是球啊，在谁半场啊，谁运气就差。传什么玩意儿？那感觉就是塞给对方后卫，那哪是塞给 C 罗的？厄齐尔又来，又给人家，哎呀，打到解围啊！一会儿如果能断下来的话，这球解围，爱去哪去哪吧。你说打到解围有什么用？这球又回来了，这压力不大吗？反正压力都大。这场比赛结束了吗？耶！射几脚门，反正射门俩人射门次数都不多。靠，他进那球真的是感觉送给他的。我第一个球进的还挺好的吧？第一个球是配合，看看我丢那球，我都无语了。本来我给邓贝莱的话，邓贝莱本来是要给邓贝莱，让邓贝莱这球是邓贝莱断下来了，对不对？其实就邓贝莱接着，我再控制邓贝莱，然后电脑控制那个后卫过来，然后把球传。传之后，在解围的时候直接被人断走，球我靠！随便，我去个厕所。反正我总给大家感觉啊，就是在和自己的失误做斗争，就是你自己失完误怎么把这个球再拿回来，或者其实总体上来说，就反正每场比赛都得被失误搞一个嘛。但是还有好多失误你自己都找回来了，就是自己又把这个失误缝上了。但每场比赛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失误做斗争，要不然你就让失误少点，你失误少点威胁球就少，威胁球少进攻就难，进球就少。但你失误多的话，威胁球相对来说多一点，但你也不保证你能进球，因为你还提衡量了。但是反而的话，还容易被对方打反击，这就是个平衡的问题。手柄无情节的，不知道，我们来看看。跳过第几个？35没了。飞鸽嘛，那是飞鸽嘛，飞鸽几个星 Scumus。我的天啊！我除了当乱剩都是黑卡，太吓人了。两个单位还把整队伍整个数值拉到89呢。四是什么？死吗？哦，四颗星 Scumus， 那么强。厄齐尔为什么不给？为什么非给远端的阿奎罗？厄齐尔前后左右还没人，而且还要再传一脚。你给阿奎罗之后呢？你明白我说跟传球失误做斗争是什么意思了吧？这个进攻就算被他一脚传球给飞。球还不如不传呢！我操，有时候回来就被人打个反击呀、啊。而且就是因为慢，所以才给他呀。他慢，他不越位啊。然后，而且我力量特别小，就轻轻点了一下，他就往阿奎罗那儿给。就是因为他慢才给他呀。他可以再给阿奎罗或者自己射呀。他选择多呀。给阿奎罗之后呢，在中间，然后周围两个防守队员。现在大家对这什么的判断都真好啊，就是各种 spin 啊什么的。没过去，太近了，我操！然后这扭头又被反击了。你突然停一下干什么？我就让你一直往回跑。你以为你能断掉是吗？要弹回去。角度小啊，应该做个急停给人家撒。现在都不敢做 skill move， 哎，这 skill move 球就没。得还要摘出去，我靠，3打2，哎呀，你倒是敢做假动作是吧？又弹，我不往中间给了，我不往中间给了。刚才说什么来着？感觉有空当，总是感觉有空当能传到，又弹回去，自己还倒了，少个人。就是这种失误，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本来球断下来，你想我能控好了吧？然后过来咣一撞倒了，然后就变成我靠。就变成几乎那种那个直接面对后防线的机会。本来还有一道保护环节，然后你想怎么办？这球也不是给伊涅斯塔的，然后赶紧给伊涅斯塔，赶紧想怎么办、啊？然后整个把传球节奏都毁了，唉。我就是临场反应慢，我就不喜欢处理随机的事情。我就想你让我去按，我让你往左你就往左，往你往右你就往右。炫一脚没准更好，大力量是威胁太小啊！没人呢，这个人。我他趟出去了，居然！自己趟完自己追不上。靠！我还在看远端要不要传个中了，再扭头回来发现球已经掉地下了。啊，躺地也能把球拦住啊！你说 EA 是多想把这球给对方？怎么了？他缠我了？哇，那么近，有机会啊！我靠，大！我靠，进了 ！yes 啊！好久没进这球了。原来是不是之前力量太小了？两格多一点的呀？之前好像都两格左右，两格偏左。算了，不看了。一会儿你进我球你也别看啊！我不相信，我靠，我都1-0取了比赛胜利。果然，我操，扭头就被人进一个。服。他应该缠我的嘛，但我把球传出去了之前，唯一脚射中就进球了，什么概率？你可以下去，但是我还是想让阿奎罗再晃一会儿。哎呀，不敢往里带。我摁出去了，这算什么玩意儿？怎么了？滑过去，就看这下缠呢，又滑过去。这次呢，哎，给耶涅斯塔啊，耶涅斯塔那儿有人，好吧。搓射不往里带啊，好门将啊！你去哪儿去啊？哎，你们也不防守，你们就在边机器边上站着，啊，退不回来，我又被人打了反击，出界啊，吓死了！传球之前也进去的，传下一秒自己走啊！亏我 yes， 漂亮！我也换人，要把厄齐尔换下去，还是把伊涅斯塔换下去？阿奎罗换不换？再坚持会儿吧。卢克踢前锋啊！什么玩意儿？给梅西的！我靠，划过来了！啊！结果一个反击，这次我自己，就是把这个反击给防下来了。就是没有比赛之前说的吧，就处理随机处理各种这种事情。我靠，进了！竟然崩进了！我竟然崩进了！靠，这个船肯定被人断了。迪玛利亚换厄齐尔已经换完了，这太狗屎运了！我没指望能进啊，他竟然弹进去了。下个还进一个，我觉得可以。还是我4231用的不好，4335用的好。球还没停好呢。内马尔啊！我看懂了他所有的防守，他有点慌了，他得切人，切人这段时间没有人防守，我到禁区里他刚切好，我做个 scoop turn， 这样把他过了。其实他往后退，但是他发现啊，还是把他过了。对，安妮美，这次完了。再换个人吧，阿奎罗换下来，退。竟然混到决赛了，他运气挺好的，三脚射门就射了一脚就进，就一脚射正了，关键是。摇人呢？嗨，选的不错，谢谢啊。是 PC 吗？那 PC 新加这个补丁有什么对游戏的就是操控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是不是 PC 新生了个补丁？这次能夺冠到决赛再说了。哎，不知道，我现在没什么信心。赶这场比赛，我还虽然进了4个球，后2个就不算了。到第三个球是懵了，对不对？第二个球是我做的，第二个球还不错，但是我感觉只有阿克多能跑这种机会来，其他前锋都出不来，还有格兹曼。第4个就胡扯了。然后第一个还行。第二场比赛其实赢得也很侥幸，半天不才进2个球吗？胡克还没试呢，刚要换人他下了。本身来说，胡克我觉得还挺好用的，尤其是胡克可以轰远射呀，而且身体好，可以把球护住。没人 ，PC 全是挂，就是你搜上他不跟你踢，是不是？他那刷钱呢，对不对？主要在国内比较惨，国内估计好多人都在刷金，也不是为了真玩吧，可能就是为了开卡包什么，或者一些淘宝的人，在国外可能还好一点啊。should never be bound by fine print or military service restrictions. While much has changed in the past 130 years, the compass that guides us never protect your family. Visit NavyMutual.org. Navy Mutual, insuring those who serve. 看到自己门里踢，哎，你可以加个什么群什么的 ，PC 什么有群。在那儿邀有人一起玩呗，反正就是踢着玩呗。实在不行的话，喝的水啊，之前是咖啡。然后把水倒进去，涮了涮，接着喝。哎，他们都是演的。那些人一天你知道得开多少卡包？他们也不踢球，就是开卡包，就跟看小品的意思差不多了。哪2个平台 ？Xbox 和 PS4 吗？我是天津人。第4场啊，2个平台，我觉得可能 Xbox 相对水平高一点吧，就是碰到水平高玩家几率更大一点。Xbox 啊，毕竟你要是拿 Xbox 玩 FIFA 的，好多人，尤其是水平高的，他肯定会选 Xbox， 因为有传奇球星啊。所以相对来说，就是而且有传奇球星的话，大家玩的时间就多一点，水平肯定就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啊。PS4 可能还是没有传奇球星吧，不然。我还真说不好，这是哪个球场？我喜欢，下回看看这个球场。这是哪个球场？谁看见了刚才？就比赛结束提醒我记下来。啊！靠，还是被他临最后查下来了。弹2次，我最后运气不错，弹进来了。其实转给他，还不如不转。操，回去了。挺恶气眼的。开始啊！这球有威胁吗？我靠，被撞倒了！我靠，因为仨也被晃过去了。我操！其实已经两次，还是他自己摊自己身上了，还拍腿呢。 差点没弹进去，大哥！做 skill moves 都不吹犯规，我靠，划过来了！yes。 好球啊，好球！这次他失误了，威廉还进个球。这是我瞎按，我紧张，我不知道我传给谁。 又是个角球，切赫谢谢你啊！他每次角球都有机会啊！靠！我靠！难道我该直接射？主要怕直接射球挺不好，但传一下，他能把球传好。但本来不是有脚远射的。怎么了？啊，越位了吗？ 对，我们还争了半天，别人进行的弧线更果断。你说弧线更有机会是吗？警察这事儿没法克服，除非你领先对方水平特别多。再说这是决赛，多多少少不管你跟他就是水平差多少啊，因为决赛多多少少还是会，我靠，我靠，还是犯规。 我就是想给阿奎罗，妈传了三脚吧，都是直着摁的，他就往两边给。阿奎罗往中间跑啊，多好的机会，中间是空的，我，唉，靠，被插了，急死了人！我靠，看这堆人，看这堆人了吧，要被吓死了！我开始摆大巴了。 能摆单吗？能摆。嗯。这个球怎么会过不去？哎，别的2-1都不让。要个卡在这儿。谁追一下去？阿奎罗，你传的什么东西？阿奎罗越位，他还传远了，就没一个合适的。多好的机会，轻轻一给，怎么了？ 好球，内马尔，他慌了，他要不慌还真进不了。有点早吧，不早，一点都不早，可不知道爷爷怎么晕我，我靠，反正就这样吧。我不觉得早，2比0我现在都不放心，踢到4比0我才觉得这场比赛应该能赢。 靠，竟然他敢下铲，胆儿真大。 我也铲，搓射，靠，后面小球都不行。换人，下面换谁？换胡克。胡克反击有点慢，换谁？威廉是不是得下来 ？C 罗、胡克选谁？还是梅西？ 感觉梅西控球会更好一点，打反击效率会更高一点。摇呢？你也行吧，听你的吧。C 罗一会儿换前锋吧。迪玛利亚太软。 梅西换你上来干什么的？丢球的吗？我靠！我就靠一下，厄齐尔速度是真慢，趟一下相当于没动。上半场给我一次直接趟出去了。 奎罗进吧 ，yes！ 阿奎罗太牛逼了，现在稍微觉得有些稳了。迪马利亚换厄齐尔，我还不如换个防守型中场呢。中场有伊涅斯塔可以串联了。跑啊！应该是稳了吧，3个球应该差不多吧。这球我不要了，行吗？我靠！我要往远处发，我要往底线发，往哪儿发？你大爷！ 伊涅斯塔往外线跑，哎，外线还站着内马尔，不知道他去外线干什么去。这次是机会，这谁呀？厄齐尔 ，scoop turn， 再 turn 一次，啊，门将扑到。我靠！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再换个人，把中场这个什么体能搞上去，他要直接退我更开心。厄齐尔下来了，他吧。然后前锋的话，其实阿奎罗表现还挺好的。让梅西提前腰吧 ，C 罗去边上。耶线已经无法判断门将接回传球，没办法，拿手接也没人管。我靠，四打几呀这是！哎呀，断了两次，还是在人家脚下，浪费时间。进不进球的一会儿再说。我去！就是没怎么黑我比如说都是我先进球，我射了，绝对机会他进了，不像之前绝对机会都往打门柱上。这是哪个球场？这是苏加特的主场吗 ？BC Place 啊，这是那什么吧 ？BC Place 是那个 EA 自己做的球场吧？觉得这个球场挺好的。温哥华呀，这个球场感觉草很绿，视野也不错。怎么也得85以上人，希望了，我靠，好久没拿冠军了。正常的话不亏不赚吧，就是不是正常的话，如果你。大部分时间能踢到3-4轮的话，就不亏不赚了。我征召里还没开出来特别好的队员，开过一次罗伊斯，对不对？啊，赶紧是德甲的，可以留着卖，算了。看卡包间直播就到这儿了，什么玩意儿？当我没看见你，唉。97也没人要啊！哎，这有什么用？这来，佩吗？果然，雷到85，佩我还有。好一般。差一点85。哎，来个拉的都没有。行了，今天直播到这吧，非常感谢大家。明天应该还是早晨9点吧，没有意外的话。有时候可能会晚一点，反正就9点左右吧，9点加点半个小时，好不好？这女的是一个教练，就是教练的话，如果你加一些增强卡的话，它可以在增强卡基础上再加5%，就这种。反正每天都是9点加点半小时吧，好不好？不到就没来就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反正我要播的话，肯定会在 QQ 群和那个微博里说的。